您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道。有的时候，只要一句话就能够让人在话语创造的情境中自在翱翔。台电金句至今已经为您带来许多种温馨、活泼或感动的感受。我们也用影片画面为您具体呈现。今天要带大家来看的是“风光水火都来电，你我生活都方便”这句话带给我们怎么样的感受。这里是台电影音网，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